切的。阿姊，感谢您啊，听好啊，这表我是要回馈给您的啦。一瓶五岁，这盘拢恁家的。我一包卖偌济是四弟阿给固定的物件，今仔我是要还你的。这瓶五岁，这瓶五岁，这盘客的用我烧，你才拢会当吃，先给钱的。五百行，五百块呀，五百块收钱了，收钱了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几个力学七人，刷五百，来四五六，五百块。你还好，你还上班呢？四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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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姐，来，要吃啥？赶紧讲啊！来，你那平常买买无买着的啊？我无你袂发货的。吃无？吃无？来，放好。搁放我，大家提钱还袂提？我给你等我一下，你再分。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只个乌鸡啊、红三五啊，伊要食拢爱讲哦吼，系啊，爱讲哦，爱讲哦，要食鱼爱讲哦吼。迄尤其咧加拉鱼，你甲看迄偌水，加拉啊，迄餐只一只四五百，加拉鱼。大家，来。那无就是我这边啊。来，我知影，我这边不对。来，搁几个？我提钱还袂提？不对嘞。不对嘛，等我提。多少五百？我拿一千个两个，一千个两个，两个。超值啊！差两下分了啊！差两下分了啊！箱子给个。箱子给个。箱子。来，给我盖，上来做你有事吗？那我先卖一块鱼啊，好不好？那你有哪要吃这只碗鱼的无？倒提者，倒提者。来，有人要吃这只碗无？这只碗才大只哦，哦，唔免啦，你家一千八百、六百、五百拢唔免啦，先加钱的，三百三要吃个碗鱼。来，三百，来，来，这大只的，来，一红三千啦，冰格格，后边拢无鱼啊嘛，你好，这只给走，给走啊，加冰格格，这我无啊，我要加清洁的。红三有人要吃无？红三？你要吗？这几尾拢无一种，真个甲吹落啊！同款要食，唔免一千八百块啦。五百，啥物事？五百。来五百。我这只搁送你五百块，这只搁你。有人要食金秋红沙的无？五百俩。五百哦。这只卖卖你八七块俩，今日也买红沙五百，这卖搁你。来五百，啥物事？红沙鱼。五百。五百块有人要食无？红山。这马祖鱼的拢无饲哦，五百有人要也无五百。来啦，先给钱，这卖搁你啊，五百啊，大尾啊，来五百，啥物事？五百。五百。有人要食红沙的无？五百块。彩虹色给这个，五百人要吃无？红沙？那我可能这个无人要啊！你是要我惊死哦？这堆呢五百块呢，红沙呢，这大只呢，这只过来一个人给侬五百来。来五百啊！红沙，五百块，报对了。来，我加一块冰，要受这痛苦，这那这安尼卖五百，真正痛苦。来五百，够买来无？五百。五百。这你当你菜市也甲塞一个，他是真好啊！这，真的啦。他个病啊，这只我来安尼五百，收吧收吧。我收我发现啦，我来早发现啦，早来取了你啊。我这只过来，我一个人给五百来。五百。有要爱无？哎，对啊。来啊！我加一个冰给你。来。这个我来讲，最后这只一百无啊，算咩啊？哎，一百啊。一百块。哎，对啊。来，我来加一个。爱方便啊！爱方便啊！八十多啊！哎，阿哥，我阿哥小，你阿算八十无？阿姊，恁个要食啥物哦？蛤蟆，有人要蛤蟆？来，蛤蟆我来喝。后壁去倒一台蛤蟆，再我来喝。倒我喝了。
啊，即马是讲请教一下，白花客客无我就卖花，有人要食乌鸡无？迄种大只，有人要食加拉鱼无？这两样要食，我就甲划掉。这三只人定义啊，有人要食这无？红果我先无，你要食乌鸡啊？那乌鸡主动上我食乌鸡啦。啊，你伫遐倒会啖咪了无？哦，乌鸡啥物食？乌鸡要食，唔免让你加一千，唔免让你加八百，来，要食乌鸡来五百我。来五百啊，来一个啊。你看这白相。你看这吃，五百上面吃 OK， 哎 ，OK， 五，有两百吃 OK 无？五百赚偌济？这一百二二啊，一百要送你啊！来五百上面吃 OK， 五百，有两百吃 OK 无？五百块，来一个，我一百五哩，全部四个人家，三个人家，一百过来，一百过来，一百过来，来搁招一个人家落。来，五百上面吃 OK， 有人要 OK 无？青粉不能 OK， 五百，叫水无？两个乌牛啊，水无？来啊，我来讲啊，两个价钱了，这只搁来五百了嘛。来一个，最后搁一个人给五百 ，OK， 五百块一桌。五百，还有人要是 OK 吗？五百块五百块 ，OK 有人要吃吗？你有人吃未了无？吃未了边啊？这个我给你三百了。来三百好无？有吃未了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哦，三百块，人要吃无？三百。三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是啊。我这全部拢可以平均平衡起来无？啊，你平衡起来，平衡起来，我当医生。这七八里后壁，五百块全部给恁吃好爽。好啦，五百。报得起来。来，来，谢谢，来。够要吃什么鱼啊？无，加拉够要吃。还有加巴拉鱼啊？海鱼。来，蛤蟆来，蛤蟆来对。来，蛤蟆要吃的人家，唔免让你开足济，先给钱一百块对吧？来一百啊！两个。蛤蟆一百块，怎么吃？三个啊，两个啊，五六千。三个，三个啊。七楼。先安来对，先安来对。先安来二七啊。先安来对啊，一百。你对对对，谢谢哦，我你转对，谢谢对。我打了弄啊，给我给你帮我弄啊，你弄。来，一个三个啊，对吧？我弄完搞一个冰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我三个啊。我这个，我那两块面，我直接我删了。我再切，我往远搞来这个。我这个，这两块面。这个再不要切了。再一半啊，再二，再放一半，行。OK， 放你底下啦。不然开始，开始开始开始哦，哎呀，开始开始，而且，后头一个，后头一个两百只。对，对，我们要吃的。两百只只，我这里只。搞你要便宜点哦，我给你几毛，我够买了。过来啊！啊，你开始先玩嘛。过来啊！你什么队啊？来，这八百刀一个，你得八。你有得送的呀？一次我都是一个戏，我都一个。你再下班，别当叫排骨了。来，如果你送唔着，你来付出咯，你再别当我叫排骨了。我正常下班拢加一只排骨，食一个叫你无啊？你无要只为着这排骨做工伤啊？来，你家咧包鱼皮个，阿姐发现讲哦，来，好，来，阿姐来。今日哦，我这第一天再来，来，互恁食鲍鱼。注意听啊，当然一定无熟的啊，不管你啥无熟，因为这是进口的啊。我普通时啊拢袂规粒，佮着切片的啦。啊，今日炸得规粒的，给侬看，水无？足甜的哦，足 Q 的哦，恁食看卖啦，给侬看。一粒包，给侬看。啊，这一粒袂遐贵。是你中午来我刷呢？我袂，我袂看袂破了。哦。那鲍鱼也算吧，有人要食鲍鱼无？哎、欸，乖啊，哎、欸，我见啦。够人要食鲍鱼一粒包，这个切一条就三四百块啊。我来讲，
今天要吃一粒包的人，这当然退兵吼，你甲切切的就足好吃啊。我今天要甲你画一千块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恁唔捌食过这個，你画一千块画袂落。我来讲，今天让恁试吃啊，五包好不好？来五百啊！五百块上面吃啊，贵点的啦，这贵点恁看有吼？有啥物啊？无五百块了，一粒包五百，谢谢啊，大。这条让你学落啊，过年咱就是爱食贵点的嘛。啊，五百要吃啊，无五百。哎，五百啊！哎，五百块呢？吼，五百块呢？来，叫我这包给我切了哦。啊，五百够了没？吃无？哎，五百。来，收一个啊！注意听啊，我这条搁送你五百块呢，这条够的。五百了没？无五百块。五百了没？吃无？五百块。来，你先给五百，这是加足珍贵的哈，这个哩。来五百，要吃无？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吃这个一粒包的无？五百块。这过年你啊，这几年哦，甲下里桌顶落来，敢那气派都无同啊。我还讲，我搁招一个人去，你若加对五百，我给他加一粒送你。来五百，我。来五百。五百块上面吃一粒包。五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。五百。五百块，人要吃一粒鲍鱼。哎，有人买啊？无五百块咯。啊，这免等啊啦。这上贵的物件，这免等啊，这个啦。我还讲我一粒卖恁一百尔啦。你今日买五百的啦。我还讲啊，我今日请你试吃啦。你若吃无，吃这五粒你客当的，我拢卖五粒吧。我还讲啊，今日第一工啊，我加一条恁啦。来啦，卖你金价俩，卖过路啦。五百块来啦。五百啊。哎，拢啊客过，有人要吃一粒包的无？五百来啦。五百。五百块啦。